起，太多人都是喜欢吃什么，然后凤梨腌的那个凤梨，过年的那个，这是我小时候的记忆。蜜豆最重要是它那个蜜豆，就是花豆的意思。你去市场买东西一定会吃，然后有西瓜，一定会有西瓜。然后它的冰是那种，就是刀削的冰，那其他豆子也这样，因为还有香蕉啊，有香蕉来的，其实它很健康，然后他们才会允许我们吃。是我的滋味。建国市场就是蜜豆冰跟这个挖烤，鲜豆腐。对，但是它不是原来的滋味啊，没有。